台湾，一个台湾艺人之乡，宋江坤、宋江秀的美名，对恁每一个在台湾，就是咱台湾上界认真的人哦。一开始，哦，咱向咱这个大会来拜佛哦，也就是拜祭。哦，咱抬头祭的，就是咱水浒传上界。上届有领导的，诶，专业的啊，上江所率领台湾这边，叫做上江兵。好，咱三声就是发财，发财的意思啊，就是祭拜上江爷，希望上江爷会使保庇咱家的队员，咱的表演顺遂圆满成功吼。发财了就跳香，吼、哦！咱每一个队员拢跳香吼、哦。这个香就是敬香，敬香谢拿。咱若跳过，啊，表示把咱的身躯敬好清气，敬好清气。啊，咱等下咧表演，啊，就会较平安吼、哦。来完成了，就做一个拍空刀破太极做好，吼、哦。好，咱头一声报进去内底，哦，真有精神哦，来掌声来鼓励者。上江镇啊，就是咱所有文武镇头上界好看的吼，上界刺激，上界有声势。啊，相信大家拢做内行，啊，阮办十几档的上江镇活动啊。大家拢是行家吼，好，咱招考哦，招考菜市做了呢，咱做一个开声门，开声门，好，咱头前啊，伫咱的前位，哦，前位吼，咱乾坤的乾，要做一个菜市，做一个好，好，咱所有队员就是要跳来，跳来考。跳来考坐一日了哦，啊，搁你同款坐前位所来跳外考，吼、哦，一个叫做内岔角，啊，一个叫做外岔角，大家看足详细吼，看一个足详细吼，一个内底一个外岔安尼吼。好，咱来外岔考。来，我擦干哦，完成了，赶快来做些招呼，来开始做呼哦。来，掌声来欢迎！平常时啊，因就是爱哦上班，哦上班赚钱哦，利用休假的时间啊来跳重工，足无闲的啊，但是呢，因足有心的哦，所以呢，值得咱来肯定甲加油。哦，现在咱伫个坤位，也就是咱乾坤乾的对方哦，坤位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咱啊标的方向六点啊六点时间六点迄个方向做一个内岔角了，过来做一个外岔角哦，这就是咱讲的开声门啦吼、哦，有开内门。阿妈开外门，阿、啊、所以叫做内岔角，阿个外岔角。阿、啊、这完成任务了，赶快超级全部招进口来，这些菜鱼做好。蹲着两步以后，跳跳哈，这就是菜鱼做好。阿、啊、咱在地叫做千科哈，地科艺术小奖，名片无小奖哈。好、啊、来。这宋江镇所写的歌词，后十八种，后十八种，啊，由城南开始吼，后期相报，啊，一直到每期段都等于十八种吼。好，咱现在，好，咱跳这个顶家水，来我唱到了呢，好，咱的节奏有加快了吼，好，咱看这个节奏，因为宋江镇就是古早战争。建筑啊，军队啊，所以呢，流传到现在这个，也把早期的那种原汁原味来搬了进来哈。他早期啊，也这种道具跟设施啊来战争的哈。好，林家俊，咱所有人拢在小跑步哦，
啊，一面做一个幽声，啊，一面做一个蜿蜒，迄个林家水。引起风万马奔腾的林家水了后呢，啊，咱现在就是头前带入来，啊，咱来铺来做一个顺城、顺中城，还有其他的上港人工十字穿哈，穿进来，穿到我们的中心，啊，正中心，啊，顺中城。咱嘛是爱顾虑着咱的中城内底，所以来甲存一下，会使保庇吼，通保障咱的平安吼，咱的顺遂。好，完成了同款，咱头期通买期单刀做者交接吼，交接了水吼，有水来拍一下拍一下。分做两日，分做两日，好，咱头前全部分别率领两兵，一个勇兵，啊，一个阴兵，好，啊，伫个咱个三点钟迄个方向，啊，做一个回合。就是来自明朝、明朝嘉靖年间，和咱戚继光打败咱这个日本人哈，伫个东南沿海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的这个所在，和咱非常非常的厉害哈。所以呢，咱的鸳鸯阵啊，伫遮啊摆设两个夜光，和这个历史啊流传到现在。我们统称压钢钉。我们霸足压钢钉吼，非常的整齐。哦，那是压钢的行路，来破声个演出。这鸳鸯就是强调鸳鸯的互助吼，互相斗三工。咱战争的时阵嘛是爱互相斗三工，互相帮忙啊，这个精神就是这个、意思吼。我们亚钢钉同义相报，再一次带开啊吼，来进行后一阵的阵势的变化。平常时咱咧看吼，亚钢钉头前全部是向大会主席台，啊，因为场所的关系，啊，咱长度，哦，咱的长度较长，啊，所以呢，用三点钟、九点钟的方向，啊，来摆亚钢钉吼。双双对对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即摆就是现场安排一个一。结帮，也就是其他的上下联合的，唔通出事，唔通结仇，这意思哈。啊，因为场地关系，咱头前一首，啊，上部一首，啊，咱就向主席台啊吼。这
头鱼和香菇咧选了非常无简单吼，啊尤其贡菇的，啊贡菇的嘛无简单吼，啊咱所有队员拢非常非常认真拍拼吼，啊等下咱就啊要来做一个开播。连家私吼，啊咱上干净，就是有报先开。来开播这位就是国小老师吼，来国小来教育的老师呢，哦，不简单哦。咱开三步吼，一步定天下，一步安天平分啊吼，三步。三步开太平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五算拢离开啊，武功哦，来头鱼上竿，啊来个吃哦，头鱼上竿，山东之诗语，南京陈福宝也上竿，玩一个表演哦，会做一个交接，啊咱这个叫做行机会。机会啊，就是看伊咧扫吼，有那个秋扫落叶这个精神吼，甲这个威力吼。来，大家一起，好，下个。